哇，现在的Lego有点难度啊，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是想逗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 green。这个也是有 black color。这个呢？pink color。还有 purple color。Yeah, purple colo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。哎呦，怎么说走音啊？OK， 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一天啦、啊。今天为什么特别呢？今天是我的那个小侄女咪咪的生日，所以今天我要为她筹办一点很简单的生日 party 啦。也不算是 party 啦，就是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的 party 而已。OK， 所以今天原本是要帮她弄 party 这些东西的嘛，可是突然间有一点拍摄要拍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赶去拍摄现场，我有点迟了啦，所以有点赶着去。OK， 所以我去那边再跟你们讲啊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已经到了那个拍摄地方了，虽然有点迟了，但是还是到了。等一下，哎呀，已经在里面set脚架了，你看，看看看看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拍摄的就是这个家禽味的菜，听讲它东西不错，吃一下的哦。现在我来试试看一下。啊、对对对，禁止禁止。好了，所以等下我们拍完过后，我才去弄我小侄女的 body 啦。OK， 哇，该我跟阿雅分享一下拍摄的东西哦。哇，他这边东西可以嘞。你看，还一份肉骨茶哦，8块钱一份。哇，可以来试试看嘞，这个不管好不好吃，先就可以来试试看了。啊，如果你们想知道好不好吃，你们就去我们试吃影片那边看嘛。今天的拍摄就专业一点了，那天讲哈哈不甘愿回去拿脚下来了。啊，还有很专业的麦。啊，是可以很专业的。我们要专业也是可以，我们不想专业的时候呢，纯粹只是因为懒惰。这个就懒惰。对，是我懒惰。没有，拍自己东西会比较懒惰一点的。结果是他的东西还要我帮他拍，不用紧，还要我用这样专业的东西拍。其实我身上所有用的设备，光是把阿耶给的输掉，包括你现在每次用的这个机。对对对，这架 Steadicam 其实也是阿耶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拍完了，上上上上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我们试吃的影片，你们可以点击这边啦。等一下下里啊。等一下去那个 T Pass 那边，我要亲自做自己的招牌。哦，左边的。去那边按 button 了，然后脚脚压一下啊，等一下就会看到他很做作的画面。很做作的，就是让我们看。忙呢，哦，就搞到最后好像是你在做的感觉啦。哦，等一下 ，behind the scene 我在那边这样，快点按一下。好啦好啦，所以我们要去各自忙各自的东西先了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啦。哇，好像要下雨啊。是好像已经下雨了啦。你是没有感觉的啦，又没有味觉，又没有感觉。咋的咋的，我要去做特效。好了，我们快点回去弄我侄女的 party 了。哇，最近我不懂在做什么白痴，我每天要拍 vlog 啊，每天相机忘记带下车。该我已经到了苏川茂这边了，我是要下去买一点蛋糕回去帮我那个小小侄女庆祝生日嘛，结果我没有拍到。OK，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蛋糕给她。OK， 小蛋糕罢了啦。因为每次买了它也是没有吃的，所以我们也只是一个仪式罢了。买了一些这样子的气球啦，等一下回去吹一吹，布置一下啦。然后还有等一下我会去气球店买那种氢气球，会飞的那种，因为那小孩子很喜欢的，不懂为什么会飞的气球那么好玩呗。OK， 所以我等一下就买几粒给他玩啦。OK， 我现在过去。哇，最近真的是很生气自己，每天出来忘记带 cam， 所以我不管，我现在一定要录，我用手机都要录。OK， 我现在已经买好气球。OK， 我现在买好气球过后，我回去布置一下，就等晚上他们来庆祝生日了。哇，现在我已经买好气球了啦，现在我要回去啊。哇，这个气球在这边完全顶到我看望后镜的视线嘞。真的是有点懊恼，而且还会，你看，还一直会跑来前面敲我两下，敲我三下这样子。
好，现在我们回去先啦，因为我还要给我老婆吃饭啊，那些东西还要布置一点东西这样子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回去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啦，刚才我买了气球啊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我已经布置好了，啊，这些就是我们装上去的，你看。这个是我刚才吹的气球，我跟你们讲，好彩我厉害啊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买两个，等下这个给我吹破掉了。原因就是因为我以为它有弹性，所以它已经满了，过后我还用力一吹就爆了，它完全没有弹性可言。你看这个，它直接爆掉。为什么是呢？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小侄女那个咪咪，她今年四岁，是我老婆买给她的礼物。你看，这我老婆写的嘞，几漂亮。我老婆的手工可以、啊，然后这个还有买给她的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这个是 baby shark 盒子。OK， 这个呢做出来就是酱。我不知道他们做的出做不出来，就算失败了，我都碰一个这个给你们看了，这个是做出来的样子。我刚才还有去买气球了，然后自己回来放灯。哇啊 ，Happy Birthday！ 这个我们也有灯。哇，是不是很漂亮嘞？好了，不要嫌了，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已经很好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自己动手做嘛，对不对？连 photo booth 都没有啊！如果我们女儿一岁生日不懂，会不会有 sponsor 嘞？sponsor 一个 photo booth 这样子啊，也是很漂亮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准备就绪，我们等一下就等他们来一起庆祝了啦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经过7749天，他们终于要到了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这个蛋糕了，然后等他上来的时候，我直接点蛋糕，跟他唱生日歌啦。OK， 给他一个惊喜。哎，他懂得吧？我们会这样子唱。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惊喜啦。场地也布置好了，蛋糕也好了。是哦，真的，你看这气球已经越来越矮了，越来越矮了，等一下矮到这边来。OK， 所以我们要尽快庆祝掉了啦。它会越来越矮，是因为我也是放灯了，所以它越来越重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他们上来了。2000 years later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imi.Happy birthday to you! 生日快乐！开心吗？有气球？哇，你的头发很漂亮呢，谁绑的？是吗？是阿妈绑的。阿妈绑的。那个 love。是咯，哇，一个 love。咪咪，来，我们坐这边，这是姨姨给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谁 ？Kimi 呀，那这个是 Kimi 的礼物。哇，什么来的？你懂这个是什么吗 ？LEGO， 你喜欢吗？怎么你好像不开心的感觉？你这样小个啊？对呀。哇，现在的 LEGO 有点难度啊，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斗啊。哇，还有教学的。哇，真的，现在的玩具不是小孩子可以玩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门。哇，真的不是小孩子玩的，根本是大人在玩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 green， 这个也是有 black color， black color， 这个呢 pink color， 还有 purple color， yeah， purple color。 咪咪生日快乐，吹蜡烛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吹蜡烛，来，哇， happy birthday。 嗅到我的鼻子，嗅到你的鼻子哈，还是贝贝啊？
对，今天就是帮这个我的小侄女咪咪庆祝生日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订阅、点赞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你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。See you in the next vlog， 拜拜。